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。在放学后的归途中，我挺身而出，成功的阻止了三名四年级学生对一名一年级小男孩的欺凌。然而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，这些孩子的家长竟找上门来，向我家提出了控诉。面对这一突发状况，我的母亲情绪失控，在众目睽睽之下。 他不问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两个响亮的耳光，我被打得眼冒金星，跌倒在地。他怒火中烧，一记重踢踹,踹在我的大腿上。他怒吼着：“整天在外惹是生非，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你！”剧烈的疼痛从腿部传来，我本能的蜷缩身体保护自己。母亲随即捡起地上的木棍。 毫不手软的挥向我的身体，他怒骂道：“生下你这样的东西，真是倒霉透顶！”全身的疼痛让我泪流满面，但我强忍着一声不吭。当我躺在地上毫无反应时，那三名男生的家长反而惊慌失措，急忙将母亲拉开。我妈顺云呼吸，怒意未消，问我：“知错了吗？” 我直勾勾盯着被我暴揍的三个男生，我没错。他一听，又要打我，我抢在木棍落到我身上前开口。他们三个合伙欺负一个一年级小男生，我打他们有什么错？我妈明知我每次打架，不是看见别人欺凌弱小，见义勇为，就是别人反复挑衅，忍无可忍还手。 他还是会训斥我，不需要你一个女孩子帮别人出头，整天打打闹闹，没个女孩样。今天正好给你个教训，以后不要多管闲事。他觉得女孩应该斯文乖巧，而不是像我这样粗野顽劣。能不能多跟徐姿学学？别说打架，人家连吵架都不会。提到徐姿，我妈表情柔和下来。 我捕捉到隔壁徐姿家墙后那道怯生生的目光，扯扯唇角。今天回家，徐姿走在我前面十米的距离。他的确不会打架吵架，但会对霸凌弱小，会对我被误会视而不见。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处处比你优秀，总被爸妈拿来和你做比较的别人家孩子？在我的世界。 徐姿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她是我邻居的女儿，比我早几天出生。我妈最爱拿她和我做对比，在她眼里，我处处不如徐姿。徐姿上完小学一年级，直接跳级上三年级，常年考年级第一，斯文乖巧，说起话来轻声细语，长得白嫩水灵，宛如童话里的公主，而我。 像块学习的边角料，全班五十多个人，始终在四十名开外游荡。性子活泼跳脱，喜欢下河摸鱼，上山爬树，四只野猴。皮肤黝黑，衣服常常不是脏的，就是破的，像个假小子。我妈理想的女儿是徐子那样，成绩拔尖，乖巧白净，能给她带来赞誉的天之骄子。 而不是我这种资质平庸、粗野顽劣，搁人群里看不见的背景板。爸爸在世的时候，我妈只是明里暗里夸徐姿，贬低我。自从一年前爸爸去世，她开始毫不掩饰对我的嫌恶，对徐姿的喜欢。她说：“要是徐姿是她的女儿就好了。”本以为妈妈只是说说而已。 没想到徐姿真成了他的女儿。半年前，徐姿妈妈查出宫颈癌晚期，只剩三个月左右的时间。我妈经常去照顾徐姿妈妈，徐姿妈妈十分感动。弥留之际，对她说：“我走后，反正他还会再找，与其让他找别人，不如和你在一起。我相信你会对姿姿好。” 我妈难掩喜悦，怜爱的拉过徐姿的手。滋滋听话又聪明，我疼她还来不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她培养成才。徐姿妈妈去世两个月后，我妈和徐姿爸爸再婚，徐姿和他爸爸住进我家。我妈终于如愿以偿，得到徐姿这个理想的女儿。她眼里再也看不见我，把所有的注意力。 都给了徐资，他只给徐资一个人买新衣服，说我太好动，三天两头划破衣服，不如穿旧的。他会把好吃的藏起来，单独给徐资，说我是猪八戒吃人参果，尝不出味道，给我也浪费。这些偏心，我都能忍受。直到我妈让我搬出卧室，把从小住的房间让给徐资。 你反正不爱学习，搬去贝阳的房间没影响。滋滋不一样，他经常看书做题，需要光线好的房间。我没同意换房，我住的这间房不仅温暖向阳，还是爸爸按照我的喜好装修的。墙壁和窗帘是我最爱的淡蓝色，床是爷爷奶奶送给我的，爸爸亲手设计制作的书桌。 可以根据我的身高调节高度，他说这张书桌可以用到我上大学。爸爸去世后，只要回到这间房，我总会觉得爸爸仍然陪着我。放学回家，却发现我的东西全被移到背阳的次卧。徐姿正坐在我爸给我定制的书桌上看书，爷爷奶奶送我的床上铺着徐姿的粉色被套，我没忍住。 冲进去把徐姿的东西扔出卧室，和我妈强调我不同意换房。我妈也怒了，猛地甩了我一个耳光。这个家我说了算，爱住住，不住滚。我第一次因为我妈偏心大哭，红着眼睛指责她：“你偏心！”我妈毫不掩饰：“我就偏心，谁让你处处不如滋滋，你有本事跳级。” 考个年级第一看看，别说年级第一，班上前十都进不了。你哪点比得过他？呵，还想住好房间？我被他的数落砸得哑口无言。或许他不喜欢我，真的是因为我一无是处。我妥协了，哭着求他别把我的房间给徐姿。我会像徐姿一样乖巧听话，再也不打架。 再也不惹是生非。我妈看我痛哭着向她保证，终于松口：“你只要坚持一个月，像滋滋一样乖巧听话，不和别人打架，我就把房间还给你。”我开始努力模仿徐滋的样子，轻声细语说话，下课也不和同学跑跳玩闹，而是坐在座位上看书。同学察觉到我的异常，争相摸我额头。 特级暴龙今天发烧了吗？怎么温顺的像食草龙？学校的男生将不好惹的女生统称为暴龙，而我则是特级暴龙。虽然才四年级，但我的身高和六年级学生的差不多，出了名的力气大，不好惹。我没理会他们的调侃，如果是徐姿，肯定也不会回应。 只是我没想到会在厕所碰到徐姿，她被他们班几个最高大的女生逼到厕所角落。是你把我没交作业上报给老师的，为首的大姐头拍拍徐姿的脸颊，威胁意味明显。当个数学课代表给你脸了是吧？徐姿是跳级上的五年级，几乎是他们班最矮的，此刻显得弱小又无助。 一张脸吓得血色全无，他看到我从隔间出来，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望着我。我妈要把我的房间给他，他心安理得的接受。我妈打我，他也站得远远的。现在想让我帮他，学校的学生大多知道我的名号。徐姿身前的女生抢先试探我的态度：上迎兰，这是我和他的事，你别管。 我想起昨晚我妈对我提的要求，纠结了一瞬，转身离开厕所，身后有巴掌声落下，徐姿的哭声传来，一下下敲击着我的耳膜，我的身体似乎被无形的力量拉住，脑海里倏地想起爸爸的声音，每当妈妈说我成绩不如徐姿，爸爸会笑着夸我，可是兰兰乐于助人。 妈妈嫌我不如徐姿文静，爸爸会摸摸我的头。可是兰兰勇敢诚实，他给我取名上迎兰。是希望我有迎难而上的勇气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我的兰兰只需要做自己，不需要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。我还是转身抄起拖把，冲进厕所。对方仗着人多，和我扭打在一起。 不停用指甲抓我掐我，我的左脸划出一道手指掌的血痕。打人不打脸，我彻底怒了。对方吓到，灰溜溜跑了。徐姿蹲在墙角，惊魂未定，止不住颤抖。好在他白嫩的脸没受伤。对方不敢太明目张胆，打的看不见的地方。你还好吗？我抚上他的手臂。 想看看他身上的伤，徐姿睫毛轻颤，怨怼地瞥我一眼，推开我的手，跑出厕所。回家后，妈妈看到我脸上的伤痕，冷嘲热讽，做的承诺一天都没遵守。你有什么用？我看向埋头吃饭的徐姿，回道：“我是去帮别人，见义勇为。”妈妈冷哼：“和你说了多少次？” 不需要你一个女孩子见义勇为，你什么时候能像滋滋一样听话点、文静点，让我省心点？我赌气似的望向他。他们要打的人是徐滋，也不帮吗？我妈噎住，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立刻关切的问徐滋有没有受伤。她看到徐滋手臂上的淤青，心疼的快要掉眼泪。你这么乖。 肯定是对方的问题，你把经过跟妈妈说，我明天就去找老师，让他严肃处理。徐姿讲了事情经过，在说到我一开始视而不见的时候，深深的看了我一眼。我妈怒不可遏，抄起桌上的碗砸向我的手臂，她怪我没有及时上前制止，导致徐姿受伤。你是不是嫉妒滋滋，故意让他被打？ 碗筷接二连三落到身上，我妈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：“你个白眼狼，自私自利的东西，怎么没被人打死？”我没有躲闪，也没有哭，只死死盯着徐姿。他的确是个乖小孩，可是太乖了，像个没有情感、不分是非的木偶。他能在亲妈去世仅仅两个月，听话得叫我妈妈妈。 我却怎么都对另一个男人喊不出“爸爸”。徐姿的爸爸一向不在我妈教育我的时候插手，今天却说：“兰兰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孩子，没想到。”他一脸失望，冷漠地看着我妈发疯似的打我。我忽的咧开嘴笑了。我注定成为不了他喜欢的样子。妈妈看我被打还笑。 怒骂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把我赶出家门，带着徐姿去了医院。十二月，冷风吹得我脸上的伤口生疼，我怕爷爷奶奶担心，不敢去他们家，只能在院里的洗衣台下睡了一夜。小时候的记忆像电影在梦境里重现。夏夜，爸爸教我辨别哪种洞里有黄鳝、泥鳅。 怎么抓螃蟹不会被夹手？给我买一冰箱的小布丁，陪我睡在屋外数流星。妈妈打我，她也会挡在我身前，帮我说话。小孩子哪有不犯错的？我来教育他。我真的好想他，可是我的爸爸已经死了呀。一年前，他看到有个九岁的孩子从楼上掉下，跑过去想要接住他。 却不想，自己的身体成了肉垫，孩子活了下来，我爸当场死亡，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下。徐姿身上没有大碍，倒是我的脸因为没有医治，留下一道长长的疤。我妈不仅不关心，反而幸灾乐祸：“谁让你一开始没有制止，留疤是老天给你的报应。”这件事后。 我在家里成了透明人，我妈更加肆无忌惮偏心徐姿，她只参加徐姿班上的家长会，逛街走亲戚也只带徐姿，仿佛只有徐姿一个女儿。有天中午，我在班主任杨老师办公室看到一个穿着时髦的阿姨，她身边站着我帮助过的那个小男孩，她热情的和我打招呼。 还和阿姨讲我之前帮助她的经过，阿姨一个劲夸我，还说总觉得在哪儿见过我。她发现自己的水杯落在小男孩班上，我自告奋勇去帮他拿。我跑得太快，上楼梯的时候三步并作一步，只听撕裂声传来，本就短一截的裤子，屁股处破了一个大口。杨老师给我妈打电话。 让他给我送条裤子来，我妈的不耐烦溢出听筒。我很忙，没时间。杨老师实在无语，和阿姨抱怨我妈再婚后偏心继女，对我这个亲女儿不好，还给他讲了我爸见义勇为的事。阿姨说她想起来了，她曾在电视上看过关于我爸的新闻，我和我妈都接受过采访。 杨老师拍拍我的肩，眼眶泛红，真是可怜了孩子，摊上这样的妈妈。我有些手足无措。阿姨把白色的衬衫外套脱下来，系在我的腰上，要带我出去买条新裤子。我觉得白拿别人的不好，拒绝了。阿姨朝我温柔的笑笑，就当谢谢你帮我拿水杯。我们选好裤子后。 恰好遇到我妈和徐姿从对面的餐馆吃完酒席出来，下一秒，我妈冲到我跟前，用手戳上我的脑门：“你居然敢逃课！”阿姨和她说明情况，我妈才收回手。给她买纯属浪费，她顽劣的很，新衣服穿两天就烂。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新裤子，拉着徐姿去试衣间，给她换上。 又把徐姿的旧裤子扔给我，阿姨被我妈的操作惊得愣住，望着我妈牵着徐姿离开的背影，悠悠开口：“要不你跟我走，当我的女儿。”一种奇异的感觉翻涌升腾，感性告诉我离开这个不属于我的家，理性又不断拉扯我，她毕竟是你的亲妈。我低着头，没有回答。 阿姨想重新买条裤子给我，我没要。你买了，我妈也会给徐姿。我不想浪费您的钱。阿姨怜爱的摸摸我的头，临走的时候，她给了我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她的联系方式。如果哪天你需要帮助，可以打我的电话。在杨老师那儿，我知道了阿姨的身份，她姓刘，是位艺术家。 四十岁出头，未婚未育。他曾资助过杨老师上大学。这次来我们学校是打算领养那个小男孩。小男孩叫范阳，父母不详，被一位拾荒老人抚养长大。最近，老人离世，范阳成了孤儿。我有些好奇，问杨老师：“刘阿姨为什么不生自己的小孩？” 因为他觉得人生太苦，不想自己最爱的人来世界上受苦，他希望用自己微小的力量，帮助已经来到世界上却过得很辛苦的孩子，让他们幸福一些。我不能完全理解杨老师说的话，但我知道刘阿姨是位艺术家，是个与众不同的人，更是个善良的好人。我妈偏心妓女的行为。 被周围邻居看在眼里，有人告诉了我爷爷奶奶。他们来我家的时候，正看到我用针线缝破洞的裤子，身上的衣服短了一截，还有几处缝补过的痕迹。而徐姿穿着漂亮合身的公主裙，住在原本属于我的卧室。爷爷奶奶心疼坏了，找我妈理论：“你可是兰兰亲妈，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” 我儿子才去世一年，你就带着其他男人和别人的女儿住进家里不说，还苛待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徐姿看到爷爷奶奶对他指指点点，关上了卧室的门。徐姿爸爸想着避嫌，不知躲在哪里。只有我妈像个战斗力十足的公鸡，以一己之力和爷爷奶奶炒作一片。我已经和徐耀辉结婚。 从法律上来说，徐姿也是我的亲女儿。更何况，姿姿聪明听话，我把她培养出来，她考了好大学，有出息了，你们当爷爷奶奶的脸上也有光。呸！我们不稀罕。既然不稀罕，我也懒得和你们两个老东西多说。上进死了，我和你们没关系了。现在立刻滚出我家！ 爷爷奶奶不愿意走，房子我们出了一半钱，我儿子出了一半钱，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我妈趾高气昂，嗓音尖利。可现在房子是我的，或许是我爸已经去世，她觉得无所顾忌，直说要不是看在我爸家庭条件好，会挣钱，怎么也不会嫁给五大三粗的我爸，生下我这个粗鲁不堪。 又蠢又笨的女儿，我爸、我妈和徐子爸爸是初中同班同学。我妈那时喜欢的是徐子爸爸，徐子爸爸成绩好，斯文儒雅，但是家里穷，初中毕业后没继续读书，一直在工地上当泥瓦匠。我爸读了大专，脑子灵活，用家里给的本钱和别人合伙包工程。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现在爸爸不在了，家里经济来源也断了。我妈后悔当初没和徐资爸爸在一起，说如果和他在一起，生的孩子肯定比徐资更聪明。爷爷奶奶被我妈一番话气得胸膛上下起伏，一时竟说不出话。我妈把他们往门外推，推搡中，奶奶踩空台阶。 重重摔倒在地上，我妈有些慌，立刻摘出自己。你自己摔的，我可没碰到你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我想跟着上车，我妈的手指四枪，指着我发出警告：“你今天敢走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”我对她只剩下满腔失望，没理会她的威胁，径直上了车。奶奶膝盖骨折。 需要住院手术，好在是暑假，我可以陪着他。我妈一次也没来看望过。奶奶出院那天，我拨通了刘阿姨的电话，刘阿姨速度很快，当天就联系了学校。第二天，杨老师来家里和我妈进行沟通，听到有人想领养我，我妈有些意外。她虽然不喜欢我，但也没立刻答应。 当晚，我听到他和徐姿爸爸讨论在县里买房的事。两人有十万存款，加上我爸死亡的三十万抚恤金，还差五万才能全款买套县一中的学区房。我妈把主意打到领养人头上，她打电话问杨老师，对方领养我，愿意补偿他钱吗？他毕竟养了我十年。电话被挂断。 不一会儿，杨老师打过来告诉他，对方说：“如果你需要，可以给一些。我妈要了五万，他还想开价更高，又怕要多了，对方放弃领养。”徐子爸爸在我妈和杨老师谈妥后，神情古怪：“你要为了买房把上迎兰送走？”我妈瞪他：“不这样，滋滋读初中怎么办？” 下学期就六年级了，他那么聪明，难道让他一直在镇上？徐子爸爸叹口气，只说了句：“你的孩子，你自己决定。”我妈全程没问我的意见，在他眼里，我的态度并不重要。他巴不得我早点离开这个家，他好集全家之力培养徐子梦想着有一天徐子能考上清华北大。 自己成为状元母亲，也断定成绩吊车尾的我长大后不会有出息。刘阿姨来接我那天，我妈连句场面话都没说，直白的通知我：“有人想领养你，你收拾东西跟他走吧。”我把爷爷奶奶送我的床和爸爸做的书桌运回奶奶家。我妈对我越发厌恶，没良心的玩意儿。 好歹老娘养了你十年，这点东西还要拿走？意外的，我没有丝毫伤心。半年来，他的偏心早如同钝刀，一点点裁下一个女儿对母亲的爱与眷恋。刘阿姨住在市里，很漂亮的跃层小洋房。她发现我带去的衣服要么短，要么破，给我买了满满一衣柜新衣服。 甚至有新的内衣裤。以前我的内裤洗烂了，我妈都不会给我买新的。我把提前写好的信给刘阿姨，在信里我承诺会好好学习，会乖巧听话，不给她惹麻烦。以后有出息了，一定报答她，给她养老送终。刘阿姨一边看信，一边笑出声。我紧张地掖着衣角。 有的字我不会写，写的拼音是有错别字吗？还是写的不好？刘阿姨终于抬起头，眸光带笑，灿若三月的桃花水。她红唇轻启，写的很好。我的养老送终就靠你了。得到肯定的回答，我松了口气，也笑了。范阳凑过来，还有我，我也会给你养老送终。 刘阿姨快笑出眼泪，好，你们一起给我养老送终。我们三人笑作一团，不知道刘阿姨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，可能是太感动了吧。我发誓，我真的很认真的学习，但实在不是学习的料。上数学课大腿根都掐肿了，还是忍不住犯困。公式符号犹如天书，怎么也混不熟。 语文勉强及格，作文抓耳挠腮写不出来，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凑齐字数。不过体育课倒精神十足，运动会我一个人狂揽一百米、二百米、四百米、八百米，跳远、跳高的金牌，甚至每个项目都破了叫纪录。我捧着金牌回家，刘阿姨惊呼：“兰兰！” 你是体育天才，走，今晚奖励我们一家出去吃烤肉。我埋着头，心情低落，把没及格的半期数学试卷递给他。对不起，我没考好，您罚我吧。刘阿姨把试卷塞回我的书包，情绪未变。考差没事，只要努力了就行。何况你体育这么好，没有人十全十美。走。 吃烤肉，庆祝你拿金牌。以前我拿回金牌，我妈只会不屑一顾，对我冷言冷语。跑步厉害有什么用？能让你上大学吗？刘阿姨却由衷替我开心，为我骄傲。她从不因成绩责备我，而是说：努力比结果重要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我们应该发扬长处。 正是短处，他发觉我格外热爱运动，给我报了足球兴趣班。五年级下期，我成为校女子足球队主力，在全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 U12 决赛打进三个球，带领校队夺得冠军。体育上的成绩使我更加阳光自信，连带学习也有了进步。以前在班级垫底。 现在已经越居中游。第二年春节，我回爷爷奶奶家过年，刘阿姨买了些礼品，让我带回家看望我妈。我妈拿着爸爸的抚恤金和刘阿姨给的五万块，在县里买房，搬到县里了。腊月二十六才回老家过年，远远能听到我妈和邻居炫耀：“我们家滋滋一进县一中。” 就考了全班第二，年级前二十。他眼里的骄傲快溢出来，在看见我的瞬间，皱起眉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从他脸上读出防备的神情，不会因为太顽劣被别人退回来了吧？我抬抬手里的礼品，刘阿姨让我来看望你。我妈将信将疑，一把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仔细打量。 确认我的确是来看望他的，才放下戒备。他和我寒暄了几句，无非是教育我，让我向徐姿学习，否则以后连高中都考不上，只能进厂干活。邻居打趣他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徐姿是你亲女儿呢。一个人挑头，其他人也燃起八卦的欲望，议论纷纷。 你怎么舍得把亲生女送给别人，把妓女带在身边？面对大家的质疑，我妈战斗力依然强悍。你儿子亲生的，初中毕业，在厂里拧螺丝，一个月工资有没有三千？能给你一分钱吗？一句话把邻居堵得哑口无言。临走时，我妈难得的送我出门，走到一百米开外。 见周围没人，他压低声音：“以后别回来看我了，也别再叫我妈妈，好好跟着你的新妈妈生活。”没等我回答，他转身往回走。北风冷肃，我平静开口：“好的，冯阿姨。”他的背影正愣了一瞬，我也转身，不带一丝眷念的回了爷爷奶奶家。我妈说到做到，初中三年。 没有联系过我，因为亲戚邻居对他的议论，他堵着口气，也没回过镇上。初一的时候，班上的体育老师发觉我在跑步上的天赋，让我加入校田径队，进行专业训练。短短一年，就刷新了省内我所在的组别女子一百米短跑最快纪录。体育老师如获至宝。 说我反应速度、爆发力惊人，是难得的短跑天才。好好训练，一定能取得开创性的成绩。好比有的人文化课不行，却在跳舞、唱歌、绘画上天赋异禀一样。我在文化课学习上提不起精神，但在运动训练中精力充沛，专注力十足。为了掌握一个动作要领。 我会不觉枯燥的进行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训练。初三这年，我几乎摘得本年龄段国内各种田径赛事女子一百米短跑项目的金牌。初中毕业，我以优秀体育特长生身份被保送进市里最好的中学——十三中。暑假，我回老家帮爷爷奶奶收稻谷，穿着破旧衣裳。 挽着裤腿，浑身泥泞的走在乡道上，意外碰到我妈徐姿和徐姿爸爸。徐姿被他养得很好，白白净净，水水嫩嫩，像小公主，就是矮了点，个子只到我肩膀。我妈的目光上下打量我一圈，嫌弃快溢出眼眸，又回到徐姿身上，表情才好看些。 似乎在印证他的选择是对的。擦身而过的瞬间，不知他处于什么立场，竟开口斥责我：“看你这副样子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我脚步连顿都没顿，只当没听见。路过的熟人和他打招呼：“回来了。”我妈笑着搭话：“对呀、啊，我们孜孜考上了市三中，市里最好的高中，带他回来玩几天。” 放松放松，带徐资回来玩几天。我看是他想回来到处吹牛吧。路人顺着我妈的话夸徐资学习好，他难掩骄傲。我们滋滋进了十三中，可是一只脚迈进了名牌大学，说不定以后能考清华北大读博士，光宗耀祖。他滔滔不绝，享受着周围人的夸赞恭维。十三中。 兰兰，篮篮你要读的是不是也是市三中，还是体育特长生？奶奶问我，她不知道什么是特长生，觉得既然是特长，肯定比一般学生厉害。我妈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见我在奶奶询问的目光中点点头，忙问徐姿：“体育生以后是做什么的？”徐姿煞有其事思考半晌，柔声回：“体育老师。” 我妈快笑掉大牙，还以为多厉害呢，结果就是个老师。又话锋一转，不过以你的资质，能当个老师已经是最好的造化了。进入三中的学生，好似游入大海的鱼儿。当你觉得自己聪明时，会发现有人比你更聪明；当你觉得自己勤奋时，会发现有人比你更勤奋。 曾经初中学校的佼佼者，可能会成为班里垫底的存在。我在一体班训练，早出晚归，经常外出比赛，从没在学校碰见过徐姿，也从没见过他的名字出现在年级前五十的光荣榜上。开学一个月，我获得是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女子一百米冠军，学校十分重视。 校运动会开幕式，我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宣誓，无意间看到徐姿站在二十三班举班牌的人身后，他望向我的目光惊愕诧异，似乎很不愿相信曾经处处比不上他的人，如今成了全校学生代表，触及到我的视线，他慌忙低下头。我很好奇，他会不会把今天看到的告诉我吗？ 我轻松的破了校女子一百米、二百米、四百米记录，播报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响彻校园，全校师生都知道这届高一招了个短跑天才。高二，我打破国内女子一百米短跑最好成绩，在田径界名声大噪。回校后，学校特地为我举办颁奖仪式，向全校报喜。 徐资高考前三个月，学校召开家长动员会，我妈居然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。她自称是我的阿姨，向班主任打听我的成绩，知道我总分只有三百八十多后，她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，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又和班主任炫耀我女儿跳级上的高三，考六百多呢。 看样子，徐姿没有告诉他我在短跑上获得的成绩。班主任被他搞无语了，直接关上教室门，懒得和我妈搭话。兰兰，你阿姨真没见识，我们学校六百分的一抓一大把，像你这样的短跑天才，别说学校，放眼全国也只有你一个。徐姿高考成绩出来，考得不错。 但距离清北还差点距离，我妈一心做着状元梦，让徐姿复读。她觉得徐姿反正跳了一级，复读一年，年龄不大，还能多考三四十分。徐姿听话复读，没想到第二年成绩更差。也许是天赋到头了，毕竟普通人哪有乎子里写的那样容易考清北？高二下期。 我打破女子一百米短跑亚洲纪录。高三，我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。当我作为唯一闯入奥运会女子一百米决赛的亚洲人，出现在赛场上时，全场沸腾了。镇上组织的奥运观赛点也响起欢呼。我爷爷奶奶坐在正中间，几台摄像机实时,时直播他们的反应。我妈回镇上办事。 恰好看到这一幕，乡亲们邀请他一起看比赛。我妈一头雾水：“什么比赛？你女儿参加奥运会，你不知道吗？”镇长说：“她是世界冠军有力的竞争人选。”我妈仍然难以置信：“怎么可能？他之前租了房子在市里陪读，一门心思扑在徐姿身上，哪有空关注我？” 世界冠军，别说笑了。直到在电视上看到我站在赛场上展示国旗的特写镜头，他才真的相信我跑步跑进了奥运会总决赛。他眼里的震惊还没消失，说出的话依然带着对我的偏见。看他那样子，也不像冠军。身高不是最高的，腿也不是最长的，肯定跑不过旁边的黑人。 观赛的乡亲们朝他投来不满的目光，镇长突然站起来怒斥他：“你别说话！”我妈进了声，定定注视着直播屏幕，她的内心一定很复杂，既想让我夺冠，又害怕我夺冠。预赛时，我跑了第二名，仅落后美国选手零点零一秒。赛前，教练再三嘱托。 我们的目标是冠军。刘阿姨怕我紧张，对我说：“你不需要成为别人想要你成为的样子，你只是你自己。”每次比赛前，她都会对我说这句话，好似一颗定心丸，神奇的把我所有的杂念、压力全部清空，世界只剩下我自己。发令枪响。 现场和直播屏幕前的观众纷纷屏住呼吸，为运动员加油呐喊。短短十秒，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冲破终点线。同一时间，场馆里响起山呼海啸的掌声，大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我的成绩：十点三九。第一次有黄种人夺得奥运会女子一百米金牌。 并且打破了保持三十六年的世界纪录，场馆内所有人站起身为我欢呼。我披着五星红旗绕场一周，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告：我们中国人也能站在短跑的最高领奖台上。喜讯传回国内，井号上迎蓝黄种人短跑之光井号井号上迎蓝夺冠井号。 景浩上银兰夺得女子一百米金牌。景浩，多个有关我的词条，瞬间引爆热搜。我在观众席搜寻到刘阿姨的身影，她用身体朝我比了个大大的爱心。左侧的范阳开心的振臂高呼，右侧是刘阿姨三年前在山区领养的听障女孩小一，她伸出双手，激动地为我竖起大拇指。 馆内欢声雷动，我用我们三人都看得懂的手语回应：“我爱你们。”刘阿姨蓦地泪目了，因为我最后的手势说的是：“妈妈，谢谢你。”镇上的奥运观赛点也热闹起来，众人围着我爷爷奶奶，不停道恭喜。我妈彻底懵了，笑也不是，不笑也不是，放着个奥运冠军女儿不要。 去养别人的女儿，眼睛瞎，分不清好玉和石头。我要是你，肠子都悔青。他在众人的奚落声中落荒而逃。夺冠的第十天，我回了镇上，县领导特地下乡为我举办庆功宴。我妈一直在人群外眼巴巴望着我，终于找到个人少的时候挤到我身边，故作亲昵的想伸手抱我。 兰兰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妈妈想死你了。我不动声色躲开，我妈伸出的手僵在空中，又若无其事的收回手。妈妈已经让徐姿从你房间搬出来了，还给你换了新的三件套，你回去就能住。我望向人群外神色低落的徐姿，别说这些，你女儿会伤心的，别管她。 他清华北大都考不起，哪有你能干？我妈面上挂着夸张的笑。妈妈一直知道你有跑步天赋，以前家里穷，不能好好培养你，才把你送给别人养。现在家里条件好了，你听妈妈的话，跟妈妈回家。她说着就要来拉我的手。明明他最讨厌我跑步，小时候。 我经常和爸爸比赛，看谁先跑回家。爸爸让着我，每次都是我赢。妈妈见了，只会厌恶的斥我，说了多少次：“别跑，别跑！你是野猴转世吗？什么时候能像徐姿一样，有个女孩呀？”体育老师夸我有运动天赋，他反而质问老师：“运动天赋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” 能考大学吗？能升官发财吗？可笑的是，曾经他质问的这些，我都通过运动实现了。见我没说话，我妈以为我被说动，变本加厉道：“都怪那个刘宁，她是个心机女，知道你有跑步天赋，故意骗走你，好把你培养成世界冠军，让她得好处。”我一个狠厉的眼神飞向她。 语气带着警告，我不准你说我妈。他怔住，脸上的表情开始破碎，眼中氤氲出几滴泪花。兰兰，你可是我十月怀胎生的亲女儿，怎么能不认亲生母亲，叫别的女人吗？他的声音陡然增大，掩面痛哭起来。有人劝和：“再怎么说她，她也是你亲妈，哪怕以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” 你也不能不认他。我没理会旁人的议论，俯身在我妈耳畔小声提醒：“你看看我脸上留下的疤，需要我当着全国人民说说你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吗？再讲讲你拿着我爸的抚恤金和我妈给的五万款给徐姿买学区房的事。”他惊慌的抬起头，视线被我脸上的疤烫的畏畏缩缩，毫无底气。 我帮助徐姿的时候，脸被抓伤，因为没有得到医治，在左脸留下一道五厘米长的伤疤。尽管刘阿姨为我想了很多办法，依然无法彻底去掉，还是有道淡淡的印记，像是唤醒了我妈的记忆。她想说什么，却没说出口，浑身泄了力一般，佝偻着离开了。我的身世被无良媒体炒作。 引来不少人关注。我在镜头前挽着刘阿姨，大大方方回应：“我有且只有一个理想的妈妈，那就是我身旁这位。我妈还想让徐姿复读，帮她挣回没认回我丢失的颜面。徐姿爸爸不同意，怪他非要徐姿复读，搞得徐姿还没有第一年考得好。我妈和他争论，我是为他好。” 当初不是为了他，我会把亲女儿送走吗？徐姿爸爸第一次展露内心真实的想法。你又不是他亲妈，说什么为他好，送走尚迎兰，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而已。如果你非要孜孜复读，我们就离婚。徐姿也怪我妈在考试前给他很多压力，导致他没考好。徐姿爸爸一听。 执意离婚，我妈难以置信。毕竟她这么多年为了徐姿，为了这个家，出钱出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没想到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的下场。房子被徐姿爸爸分走一半，她之前是全职陪读，没有工作，只能回老家住。徐姿没有复读，选择了一所二幺幺高校。 要知道，以他第一次高考的成绩，上个中等的九八五不成问题。他对我妈怀恨在心，在他爸和我妈离婚后，彻底和他断绝联系，更别提赡养他。风水轮流转，被我妈嘲讽过的邻居反嘲讽他。我在厂里上班的儿子每年过年还回来看我，怎么不见你精心培养的妓女回来？ 我妈悔不当初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精神有些失常，常常对着十岁以下的女孩喊我的名字。周围邻居都说她是个疯子。我托人把她送到养老院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她逢人就说，还是自己亲生女儿好，只要是自己亲生的，不管她成绩好不好，性格怎么样，都是最好的孩子。 他终于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我妈想让我去看看他，我一次也没去过。他改变看法是因为我有出息了，那那些千千万万平凡普通的孩子呢？